哎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美丽童声画煞啊。其实啊，各位二黑五黄呢，是我们每年呢、都很害怕的一件事哈、那你可能呢要去追着这二黑五黄很累啊，今年二黑跑到哪里，五黄跑到哪里啊？你会觉得很累啊。其实你就可以做一件事，其实用童声去画。那童声来讲的话啊，你就可以呢用啊，像铜钵啊，像我手里的这一个啊，这个。那这种声音它就可以画，但是这个东西很贵，一个都两三千以上。那基本上你就去那个文具店去买个音乐盒，在那边转转转，然后就叮叮当当的那一种的音乐盒，那一种也可以，因为它里面就是靠铜片敲击呢发出的声音，所以它一样也有一个画煞的效果。所以各位就利用铜声去画二黑五黄，那就不需要呢去找这个位置，就是在你家里面随时随地就把它放，因为铜声它就可以降低二黑五黄的一个力量。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